好的，那你先说，我看一看。第一题啊，有什么想对我们正在看直播的观众说的？用歌词啊、哦，用歌词。用歌词的话，有什么想对正在看直播的观众说的话？我忘了调是怎么唱的了。没关系，调不重要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起个调。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，但是我真忘调怎么唱的了。哦，告白气球是不是？拥有你就拥有全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被你带跑了。我得唱一唱。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好的，新歌。亲爱的，哦，亲爱的，爱上你。OK 了。从那天起，好的。甜蜜。好了，好了，还有下。